他慢慢的开哦、喔，有了，在闪吧。等等。你连面罩都戴好了。因为我刚出门。那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现在开的话，等一下就要震一震那个画面，你要戴面罩。啊，没有乱的雪啊。你有看到吗？有两个人都没有开诶、欸，李黑。我们本来就没有滑，我们才没滑过吗？对啊，李黑我们没滑过、啊，李黑就是那个坐上去，我们坐那个右边那个缆车上去以后啊，再往右边滑。我有滑过啊，我们还去到一个很奇怪、很像荒废的、哦。那是你，那是你们，你们两个没滑吗？对对对，我没有。哦，我有跟他去一个像荒废的，也是卖吃的，然后厕所在地下室，黑黑的。嗯，你也有去吧？那也不是那里啊，对，那个是很接近沙卡的上面的那一边，对啊，那个我有啊，我们是在那里的中间汇合，然后坐缆车上来，然后一坐上来都是有，但是李黑是上，树上的都没了，李黑是后面黑林的另外一边是上面，还可以拿 map 吧，今天拿一下 map 啊，我今天感觉会比较逛山，没有，都是把我们滑过的地方，没。对啊，就是更上去而已，就是更上面了、啊。刚刚没逛到，更上面了、啊。还拍一张下面好了，好惨。跟那个真的有，好，一张0.5的。什么叫0.5？0.5倍的，0.5倍就比较广角。光
去就反而会变冷一点点。真的有去过啊？你有没有？我那时候啊，就是在等。可怜废掉一条。也许普通使用会不会还可以？没有，我回来就直接在那边插手机。你不会直接把它丢垃圾桶了吧？没有丢掉，但是我插手机插手的，它一插、啊，那就拿去退货啊！他说怎么坏了？嗯，以时间上来讲应该还可以，但是要退就要两条一起退，而且我那个盒子也都是有问题，包装的问题。嗯，在镇江吗？还是丢垃圾桶？丢垃圾桶。你不是都会丢在门口那里吗？他蛮对啊。你是在我家对不对？你是要在我家收货，然后我叫你丢掉就丢掉了，哎，你就。而且不，那个是寄到我家，那个寄到我家。寄到我家啦，不然哈，你就再订一条来。然后他的儿子给他弄回来，然后退前面。不是，因为他寄来的时候是那种包装袋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就第一。所以那个包装袋也那个。包装袋不用给他了。退货用的袋子啊。不用啦，哪有差？包装袋丢掉了。没关系的，我觉得就算了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他、啊、就有问题。因为我还。其实我觉得那是使用的问题，我一直去扭它。扭烂一条，就为了，反正长度不够。你平常那么奸诈的，今天居然那么客气，但是我真的觉得不是，它真的很烂。你又熬又扭的。我没有熬。不是你，是我们。我没有。口袋放那边，一进去就是熬，一定有。它的硬度就是软软的。我录到了。对啊。有犯罪证据。所以我没有要，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还有400块没有。那你要买线？问题是线的、啊。要买别种的。不要买。我就买编织线。皮包编织的，因为编织的会湿，这样不行。会湿，我摔倒一个上面都会血，不行。买像我之前的红色 iPhone 那种，就是它就是编织的包。包一个塑胶布，看起来很不错啊。今天这么多人哗啦哗啦的，这里已经这压过的，现在已经像没压过的了。没那么严重，只是说看还没乱，但是已经没有那个条纹了。对，你看这边很乱。这没压过的地方，这是边边，中间不好压。那是透明的。到了。先去滑那个啦，有啊，上面还有些条纹，真奇特、啊，滑个两下就没了。先滑一下热身，然后彼此都很快。要滑有太阳晒的地方吗？我昨天晚上有在想，就是说我要滑右半段，因为右半段很长一段，一直到这里为止，中间都看得到的。左边那一段，它有一段都会看不到的。所以要录的话，就是从最顶端到阴影那一块录一次，然后下半部再一次。好，这是我平时老录的。有啦，这里你这里还有一段比较斜的，下面比较平，就是你觉得太平了，那你就把弯做大，弯做大一点，看能不能做那种沿着轨迹滑。要穿鞋，要尿尿。我可以不用尿，但是我要穿鞋。你鞋子穿好了，你完全穿好了。
不能，感觉不用中层吧？应该是，你有穿中层？那就急啊急的要去上面这样。了不起！他们搭到零食店。了不起！今天人多啊，会开很多零食店。那他是希望他回家的时候也开多一点。对啊。我们要去搭高马拉了。了不起！那周少宇应该今天会跟着我了吧？这个滑下来没问题啊，看得清清楚楚啊。嗯。那天简直像瞎子在滑，这有不可怕的？我滑半天。而且会不会它中间没压线？不过我到树附近很痛。不是，这边有压，但是右半部就有人开始在挖馒头。你说怎么？树附近。人？对啊，树附近没有。所以我就说，会不会觉得那也是树附近没压，所以觉得很难滑。
好了，第一趟都是热身啊。所以不要录啊。对啊，热身不用吧。第二趟开始，我一边录一个，然后在第三趟再各录另外一遍，然后就三趟，然后就上去了。算了，啊，摆着而已。不用放你啦，我不爱放。嗯哼。右边比较差冰，左边比较舒服。左边？哎，你怎么看？这个左边啊。右边比较。滑行方向。啊？我们以后统一讲滑行方向好不好？滑行方向，那就是右边比较舒服。对，我们讲滑行方向。坐缆车的方向，这样会。逻辑不一致，好吧，一律讲滑行方向。然后就开始有人用那种磕的，那种 carving。现在有点硬了，我姐会又会怕、啊。不会啊，有点硬啊。今天的那个硬是这个的硬啊。你说刚被压过的硬吗？对啊。你是刚压过有那么硬吗？啊？刚压过有那么硬吗？刚压过普通普通，还有就是阴影。主要你觉得有颗粒感，是因为被别人滑过，然后右边的滑过的人比较多，左边滑过的人比较少。就在左边。就现在就这样讲嘛。这个中间应该就有会算难度比较高吗？你觉得咧？这个中间松雪啦。对啊。被晒得很想睡觉。嗯，走半边了。一个石头。看到眼睛睁不开，我就会很想睡觉。嗯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等一下上去，左转，然后差不多快到石头的地方，这是路第一段。然后石头以下是第二段，看得到了，一定看得到啊。这右边的话。有线，有两段线。左边的话，从下面到上面都看得到。对，要滑滑右边，是不是？
对对对对对，大概到十楼应该是看不到，你看前面看不到。所以你说十楼要录全部，你个头啊！我那再前进一点啊，反正我都要检查一下。那条线那边啊，嗯，看来上上根柱子这边看得到而已。嗯，这样我们这一段还蛮短的。好，三段。还是直路十楼这边，就两根柱子的距离、啊。上面是比较陡一些些的，然后下面是缓一些些的。哦，两段都录。对对对，好，可以录三段。给我慢一点，嗯，不然两秒就到了，那我要录。你要开始录以后才挥手啊，我都不怕浪费记忆体的，就先录啊。我会录啊。对啊，我后来就大概在这根柱子吧，大概这根柱子就看不到。嗯，这个柱子可以。在睡觉。这中间怎么有人在那边走的那种样子？而且他踩着，不像是人类。他脚步很大。对啊，他是跑步吗？还是怎样？他是跑步吗？但是我觉得他是往下走，往下跑步。有必要用跑的吗？有那么急啊？这样子的话，脚比较不费力啊。不过现在山上的那一段状况，山上那段就顺顺滑。是吗？之前都是大馒头，我们第一天刚来好像下不太。上去的话，为什么我眼镜湿的？什么叫眼镜？滴水啊，上面滴水滴下来，就摸一摸就好了，不要慌张。那我会看不清楚。嗯。啊？掉了！什么？掉了！啊。看上面呢、啊？看上面。我如果这时候突然发生地震。那我们就因此而摔下椅子，你会怪我，因为我不喜欢框。框之后不会怎样？就不喜欢框。不会，我已经在想说，那个鞋子好，我的学生好穿，算大。现在已经穿起来。你说，它坏掉，我怕它再。你说得买一副新的了。不是，因为我看怎么在修雪鞋的啊，不知道修理要多少钱。我猜很少吧。有吧，就撞歪了，而且怎么会撞到那啊？拖板以后跟地面摩擦吗？不知道怎么弄。我只是昨天脱鞋，我几乎不脱鞋子的、我也没有在休息的时候松开，所以我一天只穿一次。这应该是昨天弄坏、我昨天有摔倒一下，可能是摔倒那一下。往左侧吗？就是为了听你的广播的时候不专心摔的那一下。怪我，怪我。可能就是要撞到了。为了你那一下广播摔一下，又鞋子坏掉。你要买鞋子给我吗？我看到没有赚钱了。好，右边下，然后到这边到左边。啊？那为什么不从左边下就好了？好，也可以。左边下，你不要再踹我一脚了，拜托。你往左边，我也往左边，然后你又要来。我就不会动啊，我不会动，我会直直的出去。这样要用力，好吧？谁先背路？我先录你啊，我先。好啊。我去了。你再去吗？最好比较陡。是啊。
啊？所以我们要在那边直下，后来发现好像快看不到了，赶快往这个方向。嗯，因为我左右平均呢、啊。酒啊！酒啊！看不到人了。啾啊！你看你背后的那个石头，那，不是背后，就是左边雪道那个石头是在你的下面还是一样高啊？如果你去得了左边的那个石头的话，你去那边路会比较看得到，要吗？不要。我觉得我这里再下去我就看不到你了，要录就录三段好吗？是啊，我你看不到，在你的正左边。我在这下去，在你下去我。不是啦，我刚讲话的时候是那里也有一个石头。我在直线的往这边。OK 啊。我是说，刚这个波这中间有一条线，但是一样高度的那一个石头，那边从上面直接看得到那里，所以我是说第二段我们可以录那一边。不用啦。哦，好，没关系，好，那你先下吧。对，王子。没有啊，大的滑一滑，接着滑小的，对啊。这边比较清楚，这边是最清楚。嗯。我中间第二段不用录了，太滑。OK， 好啊，缓的也有缓的技术，嘿嘿。没有，是看路也看不到什么东西。看不到。好，我先去门口那里。
然后就他们两个路线，一红一绿。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他们了吧？我们会在缆车上看到他们吧？上厕所，哎呦，缆车怎么那么快就来了？回头看。我还是放下。他们就分两条路线啊，一个红一个绿，一个环山道，一个那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听他说什么？我有听到。他说什么 ？Stanley 是说他脚痛。对，脚痛，就是妈妈跟 Stanley 绿线环山道组 ，Barry 跟帆帆红线这里组，就这样。哇，好可怜。先去林间小道，因为 Stanley 说他今天有点脚痛。好可怜哦，左脚。身高啊。嗯。越高越难学啊。什么越难学？斜板啊。没有啦，是因为摔倒啦。对啊，啊，就越高越难学，他长比较高，他摔倒倒霉啊。哎，那我应该说，我们两个这一趟红的滑完，要去上面探探路。对对对，你可以讲一下。也不用探路啊，去上面开始滑一次兔坪旁边。我们两个已经滑两次红色，我们要滑第三次红，我们就要上去上面的缆车去看看喽。你们先在下面玩玩吧。那下一趟的录影，在那个红。红网旁边，我们可以到旁边那一边吗？还是我们这第三趟的第三段要录在这一边？这边很缓，这边片铺比较好看。哦，那我会看距离，我会留一段高度，让我们可以滑去右边缆车，不然累死。你说中间跳过就是。中间是这样。好啊。太平了，其实我也看不太到。我是觉得在我比较喜欢看板子，然后其实我看不太到板子。你看不到板子、喔、我是看 pose 啊，板子我们已经快超越板子的问题了，接下来是身体的问题。啊，好可怜的时间兵。我觉得我第一段大概可以到这个柱子，这个柱子，而且接近中间。然后你的出发点你可以靠左边，左边往这边。我是为了要左右平均，所以我一路直下到那边之后才发现。然后我强调左右平均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右边比较弱，我想要左右边错力一样多。要记得，要记得。我想看他们背着的时候的样子。谁背着？就是。偷赛的时候的滑行的姿势哦， oh, 我比较好奇偷赛的姿势。对啊，所以你看他们在那里耍帅，其实几乎就是直板加刹车。好可怕！这是背后的 hockey stop 练习，搞不好这样练比较好哎。要死！比背后总比背后的披萨好吧？因为他可以一直看到后面。最好带招呼器。嗯哼哼。嗯，这样。这样。这样。他也没有挺成这样啊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他也没有挺成。有啦，肚子有凸出来一点。哦，你在研究斜板的 pose 啊？对啊。嗯。因为我觉得老师教的姿势好丑，他可能他一定是夸张，但是就觉得实在也太丑了吧？没有，他是做给你夸张，但是。心里面想的跟身体做的只有心里面想的20%不到，就是没有挺出来。对对对，是等到练熟了以后，那个时候才，而且也看得出自己的 pose 的时候才。我要看拖赛，给我看拖赛。没有啊，那纸板在那边滑。纸板我根本看不出来。逞凶斗狠。我要看 S turn S turn， 秀咪的 S turn。哎，我看到小班了。嗯。他吓了，他吓他的。但他就是落叶飘下，没有练。没有啊，他偶尔直，偶尔飘啊。
你看他，你看他左左下飘还是右下飘来的多？他这个 ，Hello， 哎，后面那个是 Stanley 吗？他还是过来的。他会。Hello，Baby，Hello。有一点痛是不是？那你要小心保护哦。啊，来，那我先下去，你在上面靠左边，站那个人的位置。哦 ，OK。绿帽子的人啊，绿帽子、哦。尽量靠那个边边，这样，然后朝我那个过来。我刚刚就跟你讲，你站太左边了。我其实没有，因为你自己站到那边看，那边比较没有那条线。三零线。Mary 有看着你吗？我怎么没看到他、啊？你回答，我下去。对呀、啊。你要是还没下的话，建议你还是来滑红线这边，因为这边滑起来跟盐岳那感觉是一样的，林间道可能对你来讲比较恐怖哦。到石头那里，要到石头才行吗？
好险哦，差一点就没力滑到这了。对啊，就是我留的高度幸好还够用，觉得一步快到不了的样子。有点想尿尿。好，让你去尿，你去尿，反正都要走路。还是我们去八方池尿好了。上哪里？上面啊？这一次就坐到最上面，他尿之后再下滑下。厕所比较烂。他厕所比较烂。嗯，那怎么办？那就去啊，反正大家都要走路了。嗯，好好，我还是去那个尿好了。哎，马上上去。没有，我只是双手卡在上面而已。然后来放。谁啊？哦，他跟我们挥手。谁啊？谁啊 ？Stanley 吧。Barry 吗 ？Stanley。对啊 ，Barry 不是在前面的吗？对啊 ，Stanley， 你不要会跟我打招呼，他们不会管我的。你姐也过来了。对啊，这里多舒服啊！好啦，那就怪东怪西，就怪那天太冷。他就在后座啊。没关系啊，让他慢慢滑、啊。不要在后座了。啊，你当初还不是这样？我知道、啊。这要时间的啦。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Angie， 不要再后座了。Angie， 不要再后座了。屁股挺起来，挺起来。挺起来，挺起来。好像回音哦。是啊，是回音啊。下面就好一点。好错。哎，要有个教练去捏他一下才行。就如果是教练的带法，三天，第二天一定要带去那种地方吓吓他，让他在高的地方。那个，然后平的地方就 OK 了。今天怎么没有音乐？那很好啊。你就怕我不会被版权移除这样？那你如果可以把那边静音吗？那我一个片不知道花多久来修，我其实只有把它粘起来 ，GPS 弄上去，我就开始 run 了。哦，这几天 work from home 的唯一缺点就是我都在耗家里的电。我就是问你 work from home， 你到底要在你家 home 还是我家 home？ 我的话是在我家舒服啊。是哦，那你不跟我吃饭啊？我们这边移来移去。你不跟我吃饭、啊？要啊，所以说我们要在那边移来移去。所以我每天都要骑车上班，想到就会走。你就也搞个那个吧。老板不肯啊，老板哦好，就你100%就是没有，你就是老板说消耗口罩就是戴口罩就好了。啊，我也不会，我也不会天天换啊。哦好啊，那很好，给他们做足面子这样。对啊，我不天天换，天天换一个就可以了吧，尽量少讲话，不要喷口水。嗯。你那个工作怎么可能少讲话？会闷死自己。我们那个人太多了。嗯，真的有一个重实在是吓死人了，一层就100多个，就不用上班了。嗯，而且那个接触者。有啊，他现在就是台美跟南港，啊，就说互相不要。不得，他公交车直接叉叉，没有公交车，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、欸，很奇怪、欸。那干嘛提供嘛、啊？那干嘛提供嘛、啊？对啊，你要大家不要接触啊，不就不要开车。对啊，雷莫啊，雷莫开会啊。还是公文的交换，嗯，一定要开。电流极其棒。还是撞到了，真弱。还 OK 游戏，有问题，有问题。手抖，好不好？这样
会劝我姐他们早一点休息好了，因为我觉得子弹能量比较硬撑。嗯，我怕他受就是更严重。可怜。嗯，已经达到了这里嫌慢的地步了，是要怎样？啊，舅舅嫌这里太慢了。你嫌慢的话，意思就是说你的大脑可以多做很多事情。不行啊，我听到你广播我就摔倒了。我说我多做很多事情，那弄坏一双鞋。那你试着一件事情，就是你本来转的那一瞬间，你现在都不会怕了嘛？接着转的那一瞬间，接着有平一段时间。我觉得他应该可以稍微修一下，因为那天那个铝棒是我整个掰过去，就是说它凹成这样，我把它掰回来。其实它只要凹过一点点就不行了。但是这个应该是说缓缓的敲一点，敲一点，敲一点。不，它往一边一点的话，就有一些裂痕，是这个方向。嗯、然后你再回去达到平的状态下，那还。然后平的状态下，我觉得我只需要再一点点，另外一边可能就有裂缝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金属的问题。然后他们承受的是拉力，然后你要是两边都有裂缝的话，就很容易拉断。是最好的，弄它断为止。嗯。而且我问你是第几段？第二段啊，很重要的第二段啊，是这一段第二段，从上面算下来第二段，这段不是很重要啊？嗯。如果是脚的前板前面的应该还好，因为它有两个。啊，尿尿时间。才来。嗯，我担心当初担心的是觉得这个塑胶掰的会断，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买这双，结果也不是塑胶的东西坏掉，是铁的东西坏掉。我觉得搞不好塑胶比较耐。真的啊。塑胶不像铝那种，歪一边就有裂痕。它断了就断了，没有裂痕这件事啊，下就断了、啊。是这样吗？是啊。对啊，我大概走到一个位置。好啊，爬到这边就好了。然后放高一点。多人都走那边。我没有办法两脚都尖的，我只能一脚尖啊。哎、欸？我要坐那个车啊，所以就是。我要坐的是左边还是右边啊？右边啊。坐右边啊？坐左边才是连续一直往最上面，还是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右边之前没有开吧？不过右边也 OK 啦，我是想去左边啊。但是这样走太远了，先放这好了，先放一样高度。超深的。对啊，旁边都松雪。好，可以。你也要上吗？就去啊，要跑步啊。好啊。嗯？这一楼层刚好是厕所那一楼吗？不是，那是上一层。上一层楼吗？这一层楼不知道有没有入口。这一层楼没有，高一层。上半层，我要哪一张图？我要去哪张图？你说什么？我要哪一张地图？地图。
你上完帮我拿吧。这层应该跟厕所同一层啊，很刚好啊。我待会洗手哎、欸。你会先洗手再尿尿吗？那就先洗啊。